欢迎各位观众、各位朋友来到铁花村。我是今天的代理村长，我叫冯宇博，也是铁花村的一个员工。然后我们今天有两场表演，第一场就是婷婷乐团，他们是在婷婷卡拉 OK 成军的。他们本来是有两个人，可是今天多了一个人。听说刚刚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他们说他是捡回收的时候，从他把他们拉进来弹吉他的，他的名字叫 Michael。然后第二场就是日金江雨人，他是从屏东上来台东的。然后他的这次的歌唱主题就是不要靠北，要靠东。然后，如果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环境，就是如果想上厕所，想对，我们那边后面有厕所，然后旁边有吸烟区，如果想吸烟的同学，然后旁边如果肚子饿的话，我们那边有市集，有卖好吃的卤味哦。然后最后我仅代表交通部观光局啊、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上下员工，感谢大家的莅临，谢谢。Thank you.